各国充满惊奇，让人惊声尖叫。我们国家有一种鱼，但是它很丑。不要打开，不要。有虫的气息，里面有5000到6000还活着的蛆。哎，有蛆，你懂啊？你看，开普敦有一个地方，你可以划独木舟，然后真的是满满的海豹。阿 Ken 旅行惊叫连连，见鬼反应超真实。旅行是什么呢？就是从你活腻的地方去别人活腻的地方。他们这边人都稀松平常了，结果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呜啊咦嘿嘿，看鬼片的叫。我不太看鬼片。你在搞什么鬼？孙艺珍在这里好吗？在我的旁边搂着我。这张照片你到底要弄几次 ？Oh my god！ 警察，这里打人啦！同学来啦 ！Oh my god！ 这些是真值得剪掉了吧？哎呦，好扔啊！对呀、啊。没有魄力，对啊，太值得尖叫了吧？太值得尖叫！我来示范一次，就是看到说，太值得尖叫了吧？大概是这个氛围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有没有？哎，怎么样？有看过这张照片吗？你有看过这张照片吗？没有哎，哎，可以看一下，合成的，你知道吗？来哦，一二三 ，Oh my god！ 哎，干嘛这么捧场他？因为我真的没看过这些照片啊，对啊，是合成的啊，真的，什么合成？你别乱讲好不好？哎，手还这样子，这样好了啦，你炫耀太多次了，这个 P 图 P 不来的啦。孙艺珍要是知道你会这样一直炫耀，早就不勾你的手了。这是假不来的，这只有这一勾没完没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的。真的哎，他好后悔哦，用再用。对对对，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P 图不都假不了的，所以这是真心真意哦。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好好宣传一下，人家是带着真心。你花多少钱做 AI？ 啊，连 AI 都出来了，我特别去找黄仁勋，他帮我做这张图。哇，奇怪了，好心哦，你不要这样酸葡萄嘛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好，不。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，在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真的觉得说 ，Oh my God， 蛮吓人的，蛮惊讶的，会让你大声尖叫的。怎么样？你在笑什么？对啊，你的反应啊。对啊，一定是这样子嘛。比如说有些旅游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见到这种事。对对。有一句话讲得好，旅行是什么呢？就是从你活腻的地方去别人活腻的地方啊。那他们那边人都稀松平常啊，结果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呜啊咦。大惊小怪，对对对，所以常常这个尖叫也有分成很多种，对，像看鬼片的叫，那是害怕的叫，看鬼片的叫，看鬼片的叫，对，我不太看鬼片。有必要这样吗？我是鬼吗？我是孙小孙艺珍哎，我知道我知道，等一下，但是你曾经有演过女鬼，对啊，你有演过女鬼，有吧？有，你看啊，那没办法，等我解释嘛，搞什么呢？好痛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要使出浑身解数，大家来分享，在全世界各地，你人生当中曾经发生过什么令人尖叫的事情？哎呦，啊，如果没有尖叫的话，要惩罚。哎呦，哎呦，惩罚什么？我们等一下再说。好可怕哦！等一下再说。我们先问一下这个外国的朋友，在台湾有什么事情让你生活了这么多年都还是很想要尖叫的呢？加纳有请。我要讲台湾人，他们迷信好运臭豆腐。你们有听过这个吗？好运臭豆腐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跟我说要不要去逛士林夜市，我说好。然后他跟我说这家臭豆腐很厉害，你一要吃你就会有运气很好。然后我真的去吃，然后我去买那个刮刮乐，
然后真的还赚1000块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，有可能是刚好。但是我就忘记了那个地方是在哪里。我记得是士林夜市，然后一个小小的巷子里面。士林夜市小小巷子，还是它是那种就是只有深夜会推的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。对啊，那只有你跟你朋友看得到那一种？怎么可能？好几个人跟我说了，我相信他的说法啦，是吗？我就是很相信那种算命的跟我说，就是我之前啊，我用那个号码，电话号码用了10几年，我想说这号码用起来也是损损啊，也没干嘛这样，但是那个算命说你这个号码是一匹马，他说你这匹马呢是掰卡呗，就是说你会走到目的地，但是你会走比别人还要颠簸一点。我想想，对我这十几年的工作就这样子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我想想那我要不要改号码好了，我一改。不得了，就开始这样一帆风顺，然后我就把我那个号码留给我妈妈用了。然后你让你妈妈，就是因为我怕有些工作，我怕有些工作联络到我妈妈，这样才可以联络到我。那还是有那个老师跟你说，你如果把这个白卡贝的号码过给你妈之后，你本人要留跟马毛一样的头发才会开运。专心听你讲话，我都被你的那个刘海分析掉了。你的下半部是蚂蚁巴呢？没有，而且是很顺的那一种，就是你放在那边会滑，就像施华洛世奇一样。但我不自觉就会看你的刘海。施华洛世奇跟滑顺没关系。改名了，滑洛奇要变成施华洛世奇。对啊，洛奇是这名越来越长。对啊，那因为我这个发型呢，哎，我跟你讲不得了，这一剪哦。就是大家那个明星设计师，你知道大家都狂预约 Michael， 就一剪完。谁啦 ？Michael 设计师，好像我们都认识。谁啦？明星设计师 Michael， 就是杨森达 Michael， 杨森达 Michael， 这个 Michael 还是他剪的。对，你刚刚讲的就是杨森达剪的。天哪！好，这个由来是这样。你真的爱得很痴迷耶。啊，是啊。因为我老公有一天在看那个海贼王，他看到罗宾，他说：“天哪，老婆你好像罗宾哦。”我说：“可是我没有刘海，怎么会像罗宾呢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坐下坐下，我帮你剪，我剪。”刚你看罗宾，我就坐下来了。他一整片，真的真的，他一整片帮我剪掉以后，他说：“哇，老婆你觉得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是好可爱到一个不行。”他说你就没有什么不行，就是可爱到不行，所以他叫我不要看镜子这样。但我一看镜子，哇，就是先相信他说的啊，可爱到不行，就看到镜子就觉得真的是可爱到不行，然后开始流眼泪，是真的可爱到眼角流眼泪，眼角不行，他说不行不行哦不行哦，没有可爱到不行，就是不行而已。接下来大家你们要来分享。你们国家有什么厉害或不可思议的事情？就现场讲出来，真的是没什么感觉的话，就要吃掉你们面前的处罚。处罚就是臭糕，臭糕。这个处罚真的很还特别特别配了洋芋片给你们。来，第一位来自南非。哎呦，这一次我就分享一个可爱的让人尖叫。哦，就是呢，可爱到让人尖叫，可爱到让人尖叫。我们的沙滩上有很多企鹅，超多企鹅。沙滩上很多企鹅，那这个其实是在开普敦那一边有一个沙滩，然后它叫 Boulder's Beach， 然后它基本上是很早的时候有一个漏油事件，然后很多企鹅被沾到油，然后南非就有去拯救他们，但是救完他们，他们就不走了，然后反而就在那里开始生殖，就很多很多企鹅哦，很多，满满的，全部都是企鹅，对，好多，真的很多，好多，可爱的耶，他为什么不会动？我以为只有一两只，站着晒太阳，好可爱啊，是超热吗？很懵，整片沙滩都是企鹅，而且自然的，我们没有人类去喂食它们还是什么，就顶多维护，就让，因为早期我们是可以上沙滩的，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白目一点，对对，会打扰他们，对，所以现在就是你走在一个沿着沙滩的一个桥，然后你就是满满的企鹅，而且门票也不贵，差不多外国人去比较贵，150块台币。哦，对啊，对，还好。当地人去可能就是80块左右。哦，可是企鹅为什么可以在南非这么热的地方
对，很热。因为开普敦算是南非的最南部，所以我们的那个海流是从南极流上来的，所以它的水温一年四季不超过16度，所以才会有企鹅啦。对对，你要是在对不对？你要在白沙湾怎么可能？对，应该会热死。企鹅上来，啊！行啊，还跟你就是在沙滩上站在那边站半天，所以这个刚刚看影片的时候，大家其实有上千上万只，哇，这样算高吧？有啦，不用是瘦高。哎，我们在法国有更好的地方，我们有一个动物园，你可以跟白狼、黑狼还有黑熊，可以跟他们一起睡觉。我有一个睡觉，你们看，而且饭店漂亮到不行，哇，你们看，哇，超帅的。而且这不是动物园吗？哦，这是一个动物园，可是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物园，是很会保护动物的。而且我觉得你的有点危险，你会打扰那个企鹅。可是我们不会打扰他们，而且除了跟他们睡觉，还有双重标准。在那边，对啊，你是双重标准，你那也是一样啊，也是逻辑是一样的，距离很近，有玻璃啊。如果他要来，他来；如果他不要来，他就不要来。所以是因为狼有攻击性，对啊，对啊，玻璃是保护我们，没保护我们。脚踏到玻璃，我也不要去啊。但我要强调，我们是天然，没有什么人类去那边。但是为了我真的很不想吃臭糕，我再来补充一个。好，他们有狼，我们有海豹，我们海豹一样的，一样的意思，就是一样在开普敦那边。我们其实有一个岛叫做 Seal Island， 然后这个岛上面就是满满的海豹。然后他们可能真的太多了，所以会来到开普敦的港口。那海豹大家应该知道，其实攻击性不强，它有点像海上的黄金猎犬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呢，开普敦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划 SUP 或者是独木舟，但是它的重点就是因为满满的海豹在港口嘛，所以真的就这就是港口，然后我们在独木舟上，然后真的是满满的海豹，你可以很靠近海豹，可以很靠近，看一下，对，你看这有影片。好像很好玩，这种独木舟。海豹呢？海豹有啊，海豹在哪？没有，他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荧幕太小了。对，反正那就很多海豹，真的有。哇！哇！有在水里游泳，旁边有哎，不要那么夸张哦。而且好近啊！我要强调哦，我们纯粹是去滑 SUP 参加这个活动，但是你被大自然这样包围着。然后都是野生可爱的动物，要去开普敦，好可爱，去吧，这个最值得，蛮厉害的，这个其实这个应该是在温哥华也会有这样的，就温哥华也有啊，去公园走一走，假如沿海的公园走的话，其实也会看到海豹。嗯，有没有影片？有没有影片？看一下，你看，哦。就是在公园哦，然后你还看到他嘴巴里面叼着那个章鱼，章鱼，哇，好可爱。对，啊，鸟跑过来了。好，这影片是我拍的。对对对，就是去散步的时候。还好吗？啊，你感觉我们两个还好吗？那你们可能不喜欢动物吧？等一下而已啊。可是等一下，大家可以去摸它们，你可以喂它东西，搞不好是很危险的。不是，你看这个就是观光客会犯的错误。但你不要去摸野生动物啊！可是还是要保护它，你不知道有没有坏人啊！你都跟狼睡了，你还敢讲？可是我们在一个房子里面，你们就是不会保护他们，你们就是使用他们来吸引那个观光客，吸引观光客。你把他们关在笼子里，比我们严重吗？是吗？他们在森林里面，我们在大自然的生态，不好意思，完全没有人为伤害。我觉得你们消消气，消消气，你们两个一起吃臭糕好了。不要！可以，没有，我的故事还是比你精彩，不好意思，那你吃吧。好啦，这个可爱动物，当然我们刚刚看了一些，但是其实应该是有可怕的动物。对，我看过网络上很多，就是南非除了这种可爱动物，还有
他们可以跟猎豹，就是他们可以遛猎豹，遛猎豹，就是他们可以让观光客遛猎豹，或者是跟猎豹互动啊，我觉得这超可怕的哎、欸。泰国现在有一个，泰国那个位置好可怕，有什么狮子、啊、不是大家不都是照的，那个拍照老虎还是狮子抱在你的身上啊、嗯，我觉得好可怕、啊。而且我玉姐讲那个跟狮子还有老虎拍照，其实就是很多人都有爆料出，其实他们都会定期帮那些动物施打麻醉剂，他让他一直想睡觉。然后他就呛呛的，对对对对对，不会攻击你，对，所以人就可以跟他很近，然后趴他上面摸他。因为对，但长期都不可以遛。像我们去那个纽西兰，对不对？就很多那个羊，对不对？而且羊会跟你互动哦，你就问他说：“洛奇美不美？”他们说美，所以你就觉得互动性非常，互动性很强。我跟你说，这怎么？我现在好紧张，在节目上不要讲杨森达的笑话，对吧？这是杨森达讲的，对不对？他现在想到他就是都是杨森达，真的，就是互动性好笑的。对啊，他们又不伤害他们，他们又跟你互动，就这样远方这样跟就可以 take 他们所有的妹子、小妹、中妹、大妹都可以take 到。可以看羊，然后也可以看杨森达。对，杨森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是来自印尼的哦，艳红。对，你们有没有听过在地球上有最后一个恐龙的一代？有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地方只有在我们国家，在印尼才有。那我自己也去过了，因为这个地方叫做科摩多龙岛。科摩多对，很有名。对对对对 ，Komodo Dragon Park。对 ，Komodo Dragon Park。所以那个。在那个岛里面呢，其实他就进去的时候，我有带照片，就是前面就是有点像 Jurassic Park 的那个大门，然后其实里面差不多快有1000只的 Jurassic、啊、那个 Komodo Dragon， 对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其实是有攻击性的，可是他们在大自然那种，而且还有毒，对不对？有非常毒，他们的口水里面有毒，很多细菌。那我之前有跟他拍过照，哦，我也有拍这个啊，对，这个。那你可以看到哈，我跟他拍照的时候，我站在哪里？很遥远。很远。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站在后面呢？因为其实最注意的就是他有一点像蛇，就是他在前面的东西，他很容易就是会攻击得很快，他的速度其实蛮快的。那为什么我说像蛇？因为他其实可以，譬如说一头牛，他整个从头吃到尾。对，进去，对，吞下去了，对，所以它其实攻击性很高。然后如果女生要过去的话，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对，如果是有血精的，对，生理期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因为这样，对，有看他们的国家公园的导览员，就是印尼的当地的女生，他们如果那个来是不可以工作的。那如果我塞棉条，那他闻得到吗？闻得到，因为科摩多龙的嗅觉可以闻到好几公里之外的腐烂的味道。然后有一只负责去咬牛的后腿，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着这只牛走一个礼拜。然后因为就是有点像是会溃烂，所以那只牛最后就可能不能走，就倒下，他们就会十几只开始吃它。哇，这是他们的狩猎方式。我有一个好办法，因为我也去过那个地方，而且我是跟前男友去，所以我们拍照的时候，我叫他站在前面，如果那个东西要吃，就先吃它。我在后面躲起来了。其实哈，这个我要带影片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科莫多龙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。但为什么他们那么可怕呢？科莫多龙会分泌一种毒液，让猎物的血液无法凝固，进而血管扩张、肌肉麻痹、迅速失血过多致死。这个女生好像那个月事来了，所以科莫多龙都抬起头了。你看，他们很敏感，对血腥味非常敏感，可以闻到超过2公里以外的血腥味。看，他们起来了。好，刚刚这个故事还蛮 OK 的，对不对？对 ，Komodo Dragons 这个岛应该大家都蛮想去。I'm safe。接下来，加纳，他又要来一个厉害的。我讲我们的东西，我们国家有一种鱼，我们用那个鱼做沙拉吃的，但是它很丑，也很咸。我在台湾当然找不到那么当地的，但是我在 Costco 找到类似的东西。但是我每次一买这罐带回家，我的老公就不让我回家了，他说这个太臭了，然后你一打开冰箱都是它的味道。但是我觉得外国人吃他们就不懂，他们就吃不
起来这个好吃的味道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今天带来给大家吃吃看。你看它的味道已经多重，很咸，对，你看，对对对，用闻，你等下手都是那个味道，你不要小心小心的会烫，对，我们不要，不要打开，不要，它会有一点油，这样可以闻了吧？法国人吃活蛆，竟被阿Ken比下去。有虫的气息，很可怕的。里面有5000到6000还活着的蛆。哎，有蛆会懂啊？你看，真的，它里面还是会懂。东南亚其实有一些，比如说有一种竹虫，这个虫都在一直这样扭，这样扭，然后就抓起来，然后把它沾酱油啊，还是沾一些酱油，酱油直接吃下去。所以这个东西其实，在亚洲来讲算是普遍。所以美丽要吃臭糕了。不要，不要打开，不要，它会有一点油，这样可以闻了吧？啊！你跑！啊！真的，好饿啊！是啊，是吗？好饿。安心很喜欢呢，喜欢吗？可以吗？鱼吗？我们的鱼罐头的味道啊。哎，你就是要吃，你要吃，你要吃才知道。来，大家闻闻看，你们试试看。说要放到嘴巴里。它是鲱鱼罐头吗？鲱鱼罐头是类似的，类似鲱鱼罐头的味道。就是要吃才知道，就像我们的鱼罐头味啊。我觉得好像是腌制品的味道，对，猫饲料的味道。没有，我觉得可能是它的那个油，它的油很香。我觉得那个油对，不给油蛮香，那你完蛋了。你们试试看，你们试试看。可以，好可怕！你要演多久？停歌太久了啦，好了啦，太久了。那你吃啊？那你吃啊？对啊，那你吃吧。那我好啊。要演多久？你要演多久？那你吃啊！可以，好的啊。还不敢碰到嘴唇，臭吗？臭吗？你好难过的脸。你什么大豆？你什么臭鱼没吃过？应该还好吧？不好吃吗？咸哎，咸吧，应该就很咸了。这个咸味啊，咸呐，不是臭。哎，哦，糟糕了，姜啊！你吃一吃，真的 OK， 真的 OK。你要用那个安，你要安，全部全部安安安安安，你没有说安吗？臭啊，这很咸的呀。贾娜，我看你要吃臭糕了。我必须要讲，这个可能对外国朋友，很多外国朋友来讲，说是真的味道很重的，没有错。它鱼的味道也很重，对。可是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的话，真的完全可以 handle， 因为我们常常会吃到那种很重咸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台湾人是受得了。对，我们很多罐头、鱼罐头都是这个味道啊。加纳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，请吃臭干。加纳，我看乌克兰女士战争的精神，你臭糕，你臭糕，看这个乌克兰的精神，你吃了吗？还好我不是怀孕的，不然我就直接吐出来。直接吐出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吃吃看，吃吃看，有，一定要有臭糕才行。这一片可以啦，那小小的，一定要有啦。像一定要有，像大便一样，一定要有，一定要有，我们一起吃。没不行。不行，一定要吃到啦！什么？太多了！我吃这个，我吃这个，我
我不吃大的，我喜欢翘的。哎、欸，你之前都不是这样讲的。要我改变了。你结婚之后就改了是吧？对啊，吃腻了，吃腻了。腻了啊！不想吃大的吗？不能吐出来，吐掉了。哦。不行吗？那是大便的味道。大便的味道，你吃过大便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为什么你知道？我的手上这个鱼的味道很重，纳豆你应该习惯了，再洗手一下好了。你说老师那么开心啊？笑到烙尾还是怎样？因为我刚打完肉毒。所以我现在笑很痛，现在笑一笑就痛，一笑就痛。好，好 ，OK， 来，接下来，好啦，加辣那个鱼真的是非常咸，没有错，对，是咸，不臭。但我觉得台湾人 OK， 对，不算臭。好，接下来，奶梨要来咯，对，要吓到大家才行哦。大家知道法国就是 cheese 的国家，我们有1200多种的 cheese， 哇，可是我们法国南部有一个岛叫。可西亚 Cors， 然后他们里面有虫的 cheese， 有蛆的 cheese， 对，有蛆虫的 cheese， 对，很可怕的。我带了一部影片给你们看，里面有5000到6000还活着的蛆。这怎么吃啊？这个长得像臭膏哎，有会动吗？然后对，有蛆会动啊！你看，它里面还是会动。然后其实，在法国这个不是合法，其实是违法的。如果你想卖的话，你要去很特别的地方。有哎，有再动个蛆，对，然后会伤害了你的胃，所以对，就是不合法的。会有人要吃？对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就是老人啊，特别香吗？老人啊，老一辈的啊，口味是很重吧。就新鲜，新鲜，对，就或者是奇珍异兽，以前老一辈的他们喜欢吃，他们可能奇奇怪怪的，对啊，里面的蛆是活的啊，才可以吃，对啊，才可以吃。如果里面的蛆是坏掉，死掉的不能吃，对啊，就坏掉。那活蛆大家才要吃，那吃进去它还活在嘴巴里吗？代表那个吃进去就是咬烂，会懂啊，它会懂啊。如果你放在你的棉包上面，你还看了可能十几个蛆在，很立体，对啊。很可怕。我说蛆是死的不行，那我若咬它，不小心把它咬死，它啊，你可以咬死，可是它在里面还是活着的。活的时候你吃 OK 了，对，它没有已经死掉，然后发烂。如果它吃那个死掉，代表这个不安全。可是它还是活着，代表这个是安全。可是就活着还是会不安全，咬看你的胃是厉害或是不厉害，可以。撒它，你的里面的那个台湾人已经可以了，对对对，它的那个蒜，如果你的蒜不够厉害，对，如果你的胃酸不够厉害的话，它会慢慢吃你的胃。哎呦，有，通常那个进嘴巴就把它咬死，真的。其实有啦，东南亚其实有一些。比如说有一种竹虫，有没有？在木头里面的。木头里面的，我那个我吃过。它是这，你就从头到尾就一盘呢，这个虫都在一直这样扭，这样扭，然后就抓起来，然后把它沾酱油啊，还是沾一些酱料，酱油直接吃下去，高蛋白直接吃下去。所以你看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亚洲来讲算是普遍了，普遍。对，所以奶梨要吃臭膏了。你都不敢吃那个，我们刚刚播那个影片，你们都在那里要不要？不要！奶梨可能要，不是说你不播啊？对啊。哦，奶梨，他生气了，你可以吃一点点嘛，一点点就好啦。你看我还是放在后面，因为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臭糕我们大家都吃啊 ，OK 啦，一点点，他用很严肃的眼神看着我，一点点就一点点就好了。那个是矿的，那个一点点一点点 ，Elebody， 可是 Elebody， 对 ，Elebody，Elebody， 我还讲法文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好，啊，骂脏话，讲脏话用法文骂脏话，好来啊，哎。还可以吧，哎，其实还可以的，哎，大口一点，大口一点，多一点，哦，你刚其实 OK 的，可是后来那个味道是噗在这个嘴巴里，后劲很强啊，哦，哎，所以真的，我们不是开玩笑，真的，一定要让大家笑到才行。接下来，贾斯汀
美国，世界第一，我觉得很紧张了。USA， 美国有点紧张。对，假设假设你要先吃，先吃再讲。USA， 先吃再讲。USA。好了，因为我个人是喜欢那种高科技未来的感觉。那最近美国有某一个州是变成全球唯一跟第一送餐地铁哦，请吃臭糕。超烂，什么送餐地铁啊？又怎样？谁在乎？台湾到处都回转寿司，麻油。而且一大堆回转寿司，他们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地铁都是老鼠。所以到底是什么啦？你简单讲一下就好了。这个好讲的，这个美国一个公司花简单讲4亿台币了，然后改成这改造这个可以在地下，而且是跟大楼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比如说，如果台风天啊或者什么，外送员没办法送你的餐，然后你可以订这个外送。啊，外送就会从这个公司这个餐厅把它放在一个地下，啊，就会用下水道送过去你家的大楼，根本不用出门。我跟你讲，那你不如讲现在美国最新的一个这个东西，它是一个航空，然后呢是宠物可以坐头等舱。对啊，对对对，你不如讲这个，哎，专门为宠物的宠物。那这样尾鱼你不用吃，就是你哪里？不好意思。这个你为什么这个没什么特别的啊？他就是等于是在用那个送餐的，然后他只是走地下道，地下化而已。是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哎呦，帅哦！他不行哎，他不行，他不行。Oh my god！ 哇啊！是真的，他真的不是摇头。太臭了，还好啊。这我跟你讲，吃掉啊，为了收视率。我们继续逼他们吃。接下来是麻油。好，请吃臭糕。月收千万，超赞的职业。不错。月收哎，差月收很多哎。是尖叫声准备好了吗？是，酒店小姐。我就刚刚说，我刚刚想开玩笑，我说酒店。我觉得你要先讲讲内容。先讲内容啊，对啊，我们没有听到惊讶。千万的酒店小姐。其实呢，酒店小姐是最近越来越像那种明星一样、偶像一样的存在。对。然后。真的要听吗？要啊，可以啊，没关系。我好紧张哦，我就是没有海报啊，也没有那个企鹅啊，我就觉得我们有酒店小姐。对，我们要酒店小姐，就是哦，千万个，而且哇，千万，真的千万个，真的吗？对，是真的哟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是，其实他们真的是纯聊天而已嘛，没有什么摸摸啊，怎么样？啊，没有摸摸就给千万，千万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他是酒店。不是风俗店，所以他是单纯陪你聊天，所以呢，就是客人来，就是可能喜欢上一个姐姐，然后想要让她当第一名，所以就是会花非常非常非常多钱给她。那如果客人有这个需求呢，就是看姐姐要不要而已，所以不是强迫人家要一起回家什么的，对对对。但是其实呢，酒店小姐也是一个现在越来越多人的梦想。工作，对，因为有一个，对对对，然后有一个姐姐哦，她也是开 YouTube 的那种姐姐，因为我很喜欢看酒店姐姐 YouTube， 然后她真的很像我吗？是不是真的很精彩？因为就是她生日的时候，哇，千万个那种香槟塔什么的，然后你知道她一天，客人花了1亿日币。哇哦，快三千万台币给他，对，一天哦，一天1亿日币就在那边流动，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越来越多这种酒店小姐，就是赚这么多钱，所以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就是高中生、国中生也会想要去那边工作看看，这样体验看看，因为他们就是
很有名的酒店小姐真的很厉害哦，全身都是很精致，很像明星一样。嗯，对，然后就可能他们的月收真的有超过就是千万这样，两千万、三千万。哎呦，你们不觉得那些客人是很可怜的吗？因为他们要来付钱才可以有互动，有跟别人互动，不然没有啊，就是日本人的应援精神很强，就是可能日本人的应援想要帮忙的那个精神非常的强烈。文化，这个就是怎样？这个是文化上。面的差异文化，因为对于欧洲人来讲，你们可能觉得这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于亚洲人来讲，说不定有一些日本的太太，他们说不定都会觉得说，哦，你们没有什么任何肢体上的什么关系，没有情感，只是好朋友。那你在那边必须要付他们费用，说不定日本的太太他们还可能会接受吗？当然是接受啊，因为工作为了工作去的话，也不得不接受。所以他们变成在他们文化里面是接受的事情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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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可是我们就会觉得，那你为什么不要跟你的老婆讲话，或是日本的文化，老婆不能去应酬啊？因为老婆讲不出那些话，老婆在那边没办法说，你们男生都好帅，你们好棒啊！对，真的老，就我们，可是我们的老婆去一定就说，你这戏老搞啊，他跟邓来啦，自己不会去点歌啊，可是你们不会自己倒，还要唱歌唱很难听啊，不要再唱了啦，可是你等一捆了啦，就是三点了，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要变成说有他们会讲这些话，可是你知道是因为你福建他才会跟你说这些话，那我们也心甘情愿，我现在开始。感受不一样，就是感受，你知道。如果我们可以付钱听到这些话，我们愿意做，假的都好，是这样。而且花钱不用负责任啊。对对呀，我等于是消费嘛。对啊，他等于提供的是一种服务啦。对，服务。哎呀哎呀，那我们还要分享完他的故事啊？要吃臭糕吗？刚刚这个故事，大家觉得还好？不用。不用。哎，过关了。你说我要吃，因为你们也有吃虫，可是台湾也有酒店，干嘛突然？哦，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不公平吗？我觉得他有点走心，觉得很不公平。我觉得哪里走心了？哪里刚刚走心？贾斯汀也走心。对，哪里刚刚还甚至用法文骂脏话？对，来，你看，接下来我们会不会听到意大利的脏话？没有。我觉得他也开始走心了。大家真的好，大家不要走心。我们也不会故意说硬要人家吃，没有这种事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大家好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故事。朗读比赛。来，我要跟大家的介绍的是我们这世界最美的阿尔卑斯山。哎呦，台湾也有山，阿尔卑斯山，台湾也有山，台湾没有，都是听说台湾也有山，台湾几乎都是山。你们都不爽，我懂啊，但你们不用一直攻击的，看攻击。台湾人与恶的距离，意大利人敢怒不敢言。全球的有钱人都来这边玩，但是其实你可以住一个房间，一个晚上2000多块。你看在台湾，那已经是 copy， 但是没有。但不用飞机票。我朋友最近去南投，他们好几个晚上没有滑到。好啊，那你等一下看看，我等一下跟一个影片，你跟我讲南投的影片是不是？是一个影片啊。我已经不想讲了。带情绪的影片。在 hotel 直接看到高山的 view， 景观餐厅苗栗。来，子龙，我们这一集的单元其实应该叫做“我们与恶的距离”。对。来，那我跟大家的介绍的是我们这世界最美的阿尔卑斯山。哎呦，台湾也有山，阿尔卑斯山，台湾也有山，台湾没有，都是听说台湾也有山，台湾几乎都是山。你们都不爽，我懂啊，但你们不用一直攻击，看攻击。哎，你有突破盲肠哦。那你们不爽，我知道，但何必一直攻击我呢？对啊，意大利的那个阿尔卑斯山的确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。我们办了很多很多冬奥，已经办四次冬奥。冬奥，对啊，因为那边其实那个雪一整年最高的地方一整年都有雪，然后它就是冬天跟夏天都有很多活动可以去做。像我这一次啊，我有带我的家庭在山的下面，可以在这些美丽的边边的湖可以玩水。这不是日月潭吗？是日月潭吧？这外国人
塞，你们也很狠呢，你们。他们超不爽。你们心地也没有很好。不好意思，这个还是有很漂亮啊。不好意思，那很不一样。我们这雪山是有名到那个在那个欧元的一些钱上面，欧元的钱币上面都有这个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里面这个湖里面没有大白鲨 ，OK？ 好，没有大白鲨，所以呢，真的更不好玩。这个希望可以动到你们的心。哎呦，新进农场啊，我们这个新进农场，我看你们去新进农场就好了。这边呢、啊，这个很漂亮。现在你看这个缆车，通常冬天是滑雪用的，但是你夏天你想要去爬山，你要去看人上面的那个地方，这个是冒空，你一样可以去坐那个缆车上面。然后那边有一些咖啡厅，它会放一些很漂亮的椅子在户外。你那边其实就算有太阳，你不会觉得热。真的是冒空，真的是冒空，冒空吗？加油，子龙，加油！我相信，加油！好，那这里是乌来，对不对？南投。清境那上面的别墅，边那边在上面那边的，我们好像，但南投的确有一些，他们就是刻意的把它盖成布置，对对对，欧西式欧美的建筑，真的会觉得以为自己置身在欧洲，对对。然后呢，然后呢这边呢，其实像这边你可以住这些民宿，这些房子啊。其实是那种高山的房子，它外面里面都是很传统的样子，然后它其实不贵，因为这里是 Cortina， 这个是一个很多全球的有钱人都来这边玩，但是其实你可以住一个房间，一个晚上2000多块，所以是蛮在这种地方2000多块，好便宜哦，在这种地方是蛮便宜的。你看在台湾，它已经是 copy， 但是还是比这台湾住一晚大概1万到1万5，最旺的时候要1万5到2万。没有，但不用飞机票。我朋友最近去南投，他们好几个晚上没有花到1万块，一个南投的那个木头房子。没有花那么多钱啊！好啊，那你等一下看看，我等一下跟一个影片，你跟我讲南投的影片是不是这样？是一个影片啊！我又不想讲了，带情绪的影片，你给我看影片。便当啊，我们这个是那边高山的那些美食，在 hotel 直接看到高山的 view。景观餐厅，苗栗泰安，苗栗泰安，居然要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单元，才知道说哦，原来台湾这么多吧，真的。是可以跟世界的美景媲美的，对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挺可怜。来，子龙，我们这一集的单元其实应该叫做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。对。樱花妹超霸气，吃臭糕面不改色，基本是欺负白人。哇，你对啊，刚到这里，你这样讲太严重了吧？那我们也欺负亚洲人。一起吗？一起你交杯。你不要吃。麻油超干脆的，麻油真的太厉害了吧！麻油超干脆，麻油好帅哦！同学来了，子龙，我们这一集的单元其实应该叫做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。大家觉得他刚刚这个有令你们尖叫吗？完全没有特别的，很像我老家那边的，很像你老家，都是这样，每一个房子都是这样。哎，那麻油你打一个叉是还好吗？我觉得很漂亮啊，但是没有到尖叫啦。哦，贾斯汀觉得呢？我们的心已经走了，你在哪里？来吧。哇，哎，可是我觉得子龙应该吃那个臭糕是还好的。对啊，因为意大利人对于什么香啊、臭啊什么的，他们都能够品尝的。哎呦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好，吃吃看。哎，这个真的是空的，空的，空的，有沾吗？有沾吗？空的，是空的。你看，出来，你看都没有，没有，我这里有，我这里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有这边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他真的，他有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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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有吗？哇！我觉得他是演的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他好红。是真的，他真的。太红了吧！我真的觉得，你看哦，国际上面大家的文化真的不太一样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从一开始进，你有吃，你也吃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爬到突然？你也想吃，是不是？够长，够长，够长了吗？够长，够长，够长，快！因为我们
我们从刚出道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说，哎，你要怎么样惩罚，怎样怎样怎样，我们习惯了。我们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外国的朋友里面，我们眼神看到他们那种觉得说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逼我的那个眼神，让我们觉得其实，哎，我们其实真的台湾的节目真的蛮没人性的。我们就是混蛋。等一下，我在想白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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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有白人有吃的，你们是欺负白人。哇，你对啊，刚到这里，你这样讲太严重了吧？那我们也欺负亚洲人。一起吗？一起你交杯、欸。你不要吃，欸、你不要吃。哎、欸，麻油超干脆的，麻油真的太厉害了吧！麻油真的能吃完臭糕吗？同学来了，那我们也欺负亚洲人。一起吗？一起你交杯、欸。你不要吃、欸，你不要吃。哎，麻油超干脆的，麻油真的太厉害了吧！哎，麻油超干脆，麻油好帅哦，麻油超厉害的，厉害厉害。麻油超厉害，麻油超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麻油厉害，麻油好厉害哦。文化超厉害，看不看？我们这一集的文化差异，他即便他不想，然后他即便这个东西很臭，结果他还吃完以后，他还笑着对大家，就你知道吗？亚洲人就会觉得说，哇，好可爱哦！他粉丝支持度的升高，没错。好，今天大家很用心准备一些故事啊，来让自己吃到臭糕。大家，我也好臭，真的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接下来下一次我们还有 Part 3。好不好？欢迎大家继续来挑战，谢谢大家的故事，再见了，拜拜。